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呢带大家来313 Ultra Road 新加坡乌节路这附近一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主要带大家来这一栋就是 Mint Point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上这个边的二楼，听说这边有一家店，它有一个很棒的厉害的东西，可以让你躺15分钟就可以瘦、减肥、排毒，还有帮助睡眠哦。然后就是这一家 Cola Beauty，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体验它这个酵素浴啦。好了，我们 safe entry 之后就进来体验看看喽。好，首先又会有两个小姐姐来帮你就是介绍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Welcome Candy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有在85°C 以上就可以泡喽。然后整个 SPA 的空间环境非常的干净舒服，然后你还可以闻到酵素就是香气、中草药的味道。那这一整池里面呢，主要是以党参一些中草药材为主，还有一些杉木屑等等。它可以让酵素呢天然在里面发酵，而不是用加热器在里面呢。然后里面就摸起来就是粉粉的感觉，就是木屑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去换衣服咯。好，店员今天要跟我这一套就是一次性的内裤跟换的衣服，所以你要把里面的衣服脱光光，然后穿这个的衣服。然后躺进去的当下，我会觉得温温的，不会到不舒服、太烫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店员叫我躺进去里面，先把脚伸进沙子里面。然后第一次就是在女生子宫的部分，然后温热子宫，它可以帮你排出就是子宫的一些毒素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有一些条件，像是女生生理期间、怀孕，还有一些伤口、皮肤病、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的患者，不适合泡这个酵素浴哦。这几点你要跟大家讲一下。然后躺的这整个过程中呢，埋完然后到闷在里面整整是15分钟，不能上厕所。然后你会在里面一直流汗，然后让你排毒。然后这个非常适合体内就是湿寒体质的患者然后来使用。然后我觉得一点很好笑的一点跟大家分享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台湾的一个广告，就是青春痘痘贴的广告。痘痘痘痘，我们是痘痘，三八贪吃豆，观音豆。你们觉得我们穿的衣服跟那个痘痘先生很像？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看我们被埋的过程吧。它在埋的动作呢，都会从下沉，然后把土这样子往上我们身上面这样子盖。然后酵素其实它整个是靠闷在里面的环境，让酵素自己发酵产生热度，所以你在泡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不会太烫。然后你如果觉得温度太低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动动你的身体，摇摇屁股，然后它的酵素会在持续类似摩擦生热，还是产生一些热量，然后让你觉得体内温温的这样子，就是有那种传导作用的感觉。然后这整个15分钟的过程呢，其实非常舒服，有点想睡觉。然后如果你不想睡觉，你想要跟店员聊天的话，美女姐姐也会陪你聊天。然后因为这个整个过程中你会一直流汗，你会觉得很渴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很渴的话，可以请美女姐姐喂你水。然后泡完15分钟之后，我们就会换上这一身浴衣，然后去冲澡。冲澡完之后呢，还有一个30分钟的牛角刮痧，帮你刮整个你的头部，让你经络放松，然后整个的排毒，让整个气血很流顺这样子。然后牛角刮痧里面使用的精油是这一款老姜油。那我们做完了，店员请我们喝这个热热的，很好喝，里面是由红糖为主下去煮的老姜茶，非常的舒服。我们现在在喝这个九级膏是进修堂的产品，那进修堂的母公司是广药集团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王老吉跟白云山。然后这个产品呢，这间 SPA 本身也有在卖，然后它也是广药集团的代理商，然后这就给大家参考咯。
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